2011年6月12号，星期天早上9:07，现在把百香果茶出鸟第15天的唯一留下的这一只，再放到圆椅之上。刚才四位飞到旁边的摩托车旁边地上，把它捡起来，再放到圆椅子上来。金鸟在附近，它又掉到地上去了，飞不上去，它就是飞不上去。哎，他飞袂起哩。哎，他飞袂起哩哇！飞袂起。看样子它还是飞不上去，决定再把它留到鸟笼里面去，让青鸟再隔鸟笼喂食。